独家，太豪华。宇多田，贾斯汀 ，M2 Children， 明年轮功小巨蛋。东西洋大咖明年接棒降临台湾。根据明年上半年台北小巨蛋档期，包括美国流行天王大贾贾斯汀 Justin Timberlake、日本天后宇多田光、日本天团 MR Children 等大牌歌手都在登记名单中，三组人马都是首次来台举行个人巡演，势必造成抢票热潮。但他们的亚洲巡演尚未确定，台湾场仍有变数，台湾的王力宏及陈绮贞也出现在小巨蛋名单中。贾斯汀1995年以男孩团体超级男孩队长身份出道，2002年接赞后单飞，发行《爱乃无罪》，推出首周就登上美国告示牌专辑榜亚军，全球卖出700万张，是当年英国乐坛最畅销专辑。他单飞后人气不减，获奖无数的他勇夺十座格莱美奖，包含最佳流行男歌手及最佳男歌手演唱专辑等大奖，九座美国告示牌音乐奖殊荣，还击败贝克汉赢得全球最性感男人头衔。他最受争议的丑闻当属2004年超级杯舞台，当年与天后珍娜·杰克逊受 NFL 职业美式足球冠军战邀请合体表演，演唱他的招牌舞曲 Rock Your Body， 却意外上演81露奶事件，被称为如守门 Nipplegate。他今年魁违14年再踏上超级杯，独挑大梁表演，自弹自唱 I Would Buy 4U 向前年逝世的乐坛奇才王子 Prince 致敬，但现场投影王子过去表演片段遭空消费死者，又引起争议。宇多田光是日本最成功的天后，15岁发行出道单曲 Automatic Time Will Tell 就卖破200万张，隔年为日剧《魔女的条件》献唱主题曲 First Love 红遍大街小巷，大卖765万张，至今仍是日本甚至是亚洲乐坛最高销量专辑，记录无人能敌。他还创下连续七张专辑破百万销量，拥有五张百万单曲，日本史上最高销量的十张专辑中就有三张是宇多田光的作品，堪称日本歌手之最。他19岁当红时嫁给大15岁导演纪里谷和明，婚后淡出演艺圈，但四年半婚姻离婚收场。2011年他宣布暂停音乐活动，2013年他母亲前演歌歌手藤圭子自杀身亡。宇多田到欧洲散心时认识小八岁意大利酒保卡利安诺，2014年梅开二度，育有三岁儿子，这段婚姻上月告吹。今年适逢他出道20周年，他全面复出歌坛，发行新专辑《初恋》，同时宣布魁违12年展开日本巡演，11月6日在横滨起跑，预计举办12场。日本天团 MR Children 1988年成军，取名 The War， 隔年才以 MR Children 出道。他们音乐路一开始并不顺遂，1991年曾停止活动三个月，后来才引起现在的唱片公司 Toys Factory 注意，加入旗下。
1992年发行出道专辑 Everything， 但成绩平平，隔年发行的单曲 Crossroad 被日剧《红窗会》选为主题曲，虽然没能带动乐团名气，但歌曲受到大众欢迎，卖出百万销量。他们1994年推出单曲 Innocent World， 成为运动饮料水瓶座的广告歌，让该曲大卖181万张，登上日本公信榜的 Rikon 年榜冠军，获得第36届日本唱片大奖的殊荣。之后发行的 Atomic Heart 等专辑也受到喜爱，当时掀起 Nice Clyro 现象，也奠定他们在日本乐坛的地位。至今发行过的作品总销量高达 5953.5 万张，仅次于另一天团 BZ。 陈薇安综合报道。贾斯汀左宇多田光传出明年上半年将来台攻小巨蛋，达志翻涉日本雅虎。贾斯汀明年上半年将可能登台巡演，美联社。宇多田光今年出道20年，宣布暌违12年展开日本巡演，传出台湾场的呼声高。翻涉日本雅虎。MR Children 出道28年，有望来台举办首次单独演唱会。翻涉日本雅虎。